災啊，1992年。咁啊，跟住去到睇比賽，見到打比賽嘅嗰個對嗰個選手咧，係我之前同佢一齊去練拳嘅朋友。咁之後就見到佢打贏咗啦，咁就覺得好有型。咁就再次喺16歲就開始正式咁樣去投入泰拳啦。香港都是80年代到開始興泰拳的時候，就慢慢開始有啦，開始有。因為當時係呢個泰拳嘅熱潮喺香港嗰邊傳過嚟，咁80年代其實香港係一離開電視已經係體育世界啊，每個星期都會有呢樣嘢噶啦。咁就跟住後屘傳到過嚟澳門嘅都係差唔多同時間。佢叫阿 Loy， 咁佢嘅打法啊，同埋佢嘅人啊，即係佢嗰個信心、個決心啊，同埋佢教我嘅嘢，好影響咗我之後嗰個成個心態啊，變咗。因為佢係一個，即係我接觸過咁多個泰國教練嚟講，佢係一個好唔同嘅泰國教練，佢係會真係好關心啲徒弟啊，同埋佢將佢自己打拳嘅時候嘅經歷啊，會教俾我哋，會分享俾我哋聽。人生同打拳好多都好相似啦，即係冇不勞而獲嘅嘢啦，你一定要付出同努力，同埋好多時係，你打拳嘅時候，身邊嘅人嘅教練只可以提點你、幫你，但係去到最終你都係只可以靠自己，而你平成唔成功嘅，除咗靠運氣之外，就係你要平時你自己所付出嘅努力，究竟有冇成功，同埋你喺臨場發揮嘅表現，呢啲係同人生係非常之相似的，即係始終都係要靠自己的。其實人的青春是有限的，你與其去做一些無謂的事，譬如上網打機、去喝酒、去玩、去浪費了青春、浪費了時間、為何不可以去做一次、發展法律，即是上下擂台，即是找到自己喜歡的興趣，去留給自己一個精彩的回憶呢？我會這樣說，即會鼓勵他們去繼續堅持。即係好多人會認為、不勞而獲或者是一步登天是必然的，但其實根本是沒有可能的。你要成功、要威、要贏，都要付出過先得嘅。即係唔係話你眼見人哋成功啊，嗰一剎那係好光輝啊，好容易。其實背後付出咗好多嘢，係好多人唔知嘅咯。咁如果有年輕人係中意呢樣運動，我會同佢解釋咯。即係如果你真係中意嘅，就趁自己有限嘅青春，即係仲加年輕嘅時候可以做到嘅，就留翻多啲精彩回憶俾自己咯。